也比较强。哦，这是恒大的机会，加速后退扣过来，杨立瑜左脚打跟上去，还有第二再打再推，杨立瑜打不进，韦世豪完成了进球。博威啊，一脸廖立生来罚这个角球，小碎步迈起来，本球的弧线还不错，偷球，对，弧线不错，投球的、直接传中到后点，投球，这个球传得漂亮，这个球的线路好啊，这球啊，李欣老师、然后黄博文再一上场，对吧，可以中场梳理一下。哎，这个倒地铲球、阴差阳错，韦世豪自己来，韦世豪的脚下再打，刚刚不算进。阿尔森回到一个非常深的位置来防守，这球给的很舒服，吉祥调整好节奏，送出传中，头球顶到了，球进了，这一回没有问题，进球的另一位要求会更高。崔明安的传球，头球顶到了，扳平了比分。龙埃德尔助跑，右脚射门，把球打进了，苏宁易购队比分。哪一方能够控制得住啊、有机会，机会出来了，选择一脚射门，绝杀了。哦，申花这边金星玉唯一的一次横向，你看有的时候是五个队员。看看金燕队在右边路有机会，再扫到了金星玉，这一球漂亮，冲进了、开场地左脚禁区内投球，这一下有没有、扎哈维将球打进去了，五进关的整体的这个哦，漂亮的传球、这个球漂亮，39分钟阿兰破门，这个球没毛病。谢维军在禁区内倒三角的传球，哎呀，就一个点之后没有人了，漂亮漂亮啊，荣浩荣浩你的哦，张稀哲77分钟、吴昕小球开出前点，哎我勾回来再打门，哇，青岛黄海队由队长王栋来主罚点球，骗过严俊凌，稳稳的将球打进，1-0。青岛黄奥斯卡来主罚这个点球，喂，球速，对，给了卓尔这边有利球，哎，这是个机会，看看视野能不能在弱侧传过来。这球没有分出来吗？分出来了，看看埃弗拉，连续摆脱之后一脚挑射，球进了，就是反击，就是反击。距离非常短啊！哎呦，这球啊，判断到了，是，但是穆里奇很关键的一个点球，没问题。后场的一个长传，哎，看看高拉特，哎，这边没有左脚漂亮，但是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。其实啊，我个人感觉高拉特在给非常好，回身小角度。左脚给他们进了，漂亮！双中锋的一个配合。哟，这边传啊，还有看看扫向门前，哎，这个球啊，石文一啊，哎，这个球啊，看看这边的定位球，哎呦，好球！石文一这个出击问题很大。